再来看这个倒落的消息，铁路局倒落站接到民众的反映，讲你这个行道树的树下卡呢有真侪杂草，请工班的人员来平来清来刮，想不到伊是直接伫个树根的所在铺垫啊加，就是讲安尼防止这杂草会阁发出来，只有民众看了后拢硬气，你咪讲真正是乌白来。落树的树根去垫啊加砍掉嘞，土堆完全拢无看到。这根本上树啊，真歹挖落去。民众讲安尼唔好，真正是乱做。不透水，不透气，而且树本身可能有虽然事后紧急处理，不过现场也是有看到无清清气这垫啊加。施工单位是铁路局倒落站，因为有人反映讲这落树下面拢全杂草，所以才会请工班人员来处理。想袂到上垫啊加甲铺去哩顶面。水量吸收会不足，还有它气坑的换气也会不足。云林县副干部处强调，会辅导铁路局伫这路桥四周围清草皮，只是去看一届，再铺一点点啊加。连这树根拢无见光的做法，真正是做代志，无经过大脑。